这是式神苔藓的成名之战，也是三百杂鱼屠神的名场面。十代无奈了，他刚才听到了一神龙的哭声，这他喵是什么神啊？被捆住了就哭吗？看老子帮你解脱，先将星羽侠转换成手背，然后再召唤卡片炮手，简单结束回合。轮到二五哥召唤老被同款木乃伊，让一神龙发动攻击，神之加农搞起，轻松搞掉星羽侠。 接着骚气一指，因为副神种扣除时代400生命值，并且还没完，让500攻的杂鱼搞掉更杂鱼的炮手。当其被破坏时，可以抽一张卡，然后直接跳过二五哥回合，发动谁都有的活。再抽两张，召唤爆裂女郎攻击表示。接着还有配套牌爆炎冲击，让爆裂女郎获得炸场属性，破坏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怪兽。一只给予对方300点伤害，烟雾笼罩了太阳神。吃瓜群众以为成功了，二五哥呵呵一笑，因为神之卡有魔仙抗性，时代不信邪，永续魔法伤害关闭区间，让双方受到的伤害减半。二五哥的回合。 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，让一神龙化身黄金不死鸟，燃尽时代场上的所有怪兽，时代惊了，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炸场，这时火焰在中间开了个洞，时代要动用嘴炮攻势了。行行行，那老哥我就和你说说经历。原来大雄在刚加入老贝公司的时候，就因为设计的卡而获奖，这让从事多年的二五哥很嫉妒，于是接下来的事情，憨憨猜都能猜出来，偷走神之卡就是为了复仇老贝，所以二五哥为此还学习了演绎，只留下一点生命值，他与一神龙合二为一，将生命值全都加给一神龙的攻击力，神之加农攻击。 搞起！二五哥以为自己赢定了，结果时代直接给他来个锁血，通过支付一半生命值将伤害区间送入墓地，让战斗伤害化为零。二五哥无奈盖牌结束回合，轮到时代，哈哈哈！老子抽到了大熊送给他的卡，环境魔法摩天楼二，不盖哥谭改该未来城市了，因为摩天楼二顶掉了副神种，所以一神龙会挣脱束缚。接着再因为摩天楼二的效果。 可以复活墓地中的元素英雄，再从手牌召唤光辉苔藓哥，可以翻开对方牌组上方的卡，根据卡的种类再解读效果，是魔法卡，那么效果就是直接攻击玩家。二五哥紧急叫停，魔法卡融合解除。 好家伙，直接抽干了一神龙啊，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呀！时代怒了，那他喵是连传说中的打牌人都要敬畏的上位之神了，他喵的不就是个怪兽卡？有这么玄乎吗？时代忍不了了，让苔藓哥攻击搞起来，直接命中一神龙，这就是名场面啊！式神苔藓一战成名，接着还没完，星羽侠发动直接攻击，二五哥生命值降到1700，但却丝毫不慌，手中还有个死者速生，他要复活一神龙。等等，老子的回合还没结束呢，速攻魔法死灵幻影可以特殊召唤对方被破坏的怪兽，二五仔被吓尿，一神龙的控制权转移了，时代。 也要体验一把神之卡，甚至还不忘带上苔藓哥与星羽侠，将他们三个的生命值和攻击力全部加给一神龙。等等，你怎么没和一神龙合体啊？好吧，谁让是正面人物，神之加农直接命中二五仔，生命值瞬间归零，就此时代获胜。最后老贝和大雄带着二五哥飞走，时代喜获摩天楼二。